龙落选展，有没有印象？忘记了。沙龙啊，上次我是不是选沙龙？还有印象吗？那时候画画戏。一群展览的这些人就是比较表现型的，那有谁？马蒂斯，然后马蒂斯，现在可能都不知道，现在讲都不知道了，这个要慢慢去解释。其实是很大，这个每一个光是一个小地方就可以写一篇论文，一个人就可以写 一篇论文，你就知道这个。当然，你当然能记就多记啊，有马蒂斯嘛，然后他们是在后面，就是印象派后面出来的。反正就是马蒂斯，我不知道你知道马蒂斯，马蒂斯知道吗？好了，那可能要之后慢慢讲，再介绍，先暂时先。我们回过来。
的作品就是雕像嘛，所以他没办法挂墙上，对不对？他放在那个就是。刚开始他也不承认自己也说他，很多艺评家都很烦的，我跟你讲，嗯，然后野兽派就此定名。他其实他野兽派讲的是他们用对比强力，然后不只是光影哦，色彩哦，他强调的是这个。那我们来讲到写实主义，写实主义不是为什么我说写实主义不是画写实，这个要稍微讲。写实，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东西，画的像的这种东西，其实上大米还可以讲给你看，哦，你坐哪里看一下？哇，你看你还可以听艺术史哎，好，影子我看一下，刀子不用画。讲一下什么叫写实主义。写实主义的背景，你要知道一个流派或是什么，你要知道它的背景，它的原来，它原因，不是说啊，老师说什么写实主义，它的原因，你要知道它的原因，它为什么写实，就像你知道印象派怎么写实，它的前后关系。先回到写实主义，不然这样拉太远了。先回到写实主义，为什么我老师说写实主义其实没有说画得很写实？你要先分清楚，我们现在画这个东西，我们叫做具象。听懂什么叫具象吗？具是玩具的具，具体的具，没有错。具象就是我们画的东西是具体的、明确的，听懂吗？听懂哈。所以啊，抽象，什么叫抽象？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、明确的抽掉，它叫抽象。表现主义呢，就是你画的是比较感情、感事、感情的，你不会去管它光影或者什么，你就用你的想法去做，这叫不同的。好，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这边。哦，所以写实你也可以讲写实，但写实不是只是画的像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要讲到写实主义。写实主义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是那个好像是工业革命，那时候刚开始，大家在画那个照相。大家他们在画写实主义的画家们，他们重视画的是那个阶层的人民，就是在以前，就之前老师有讲过，以前的绘画是艺术创作跟那个什么是没有画家的，只有画匠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又拿匠来去拼说你画这些画得很像，就是很匠啊。他可以这样批评，他讲的也没有错，被人家讲匠也没有错。艺术是从匠去蜕变的，听懂吗？所以如果人家说你画的匠，他觉得这是嘲笑你，其实这是高攀你，你知道吗？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就是你要从
你要成为艺术家，你的作品要成为艺术，你势必要从匠，然后提升至艺术。听不懂？是不是讲太深了？听得懂吗？哦，所以如果有人批评你东西画的匠的话，当然你如果就是只是一心只想画那样，那你就很匠。可是如果你是知道说这是你的学习的一个过程，你之后想要更提升的，你想要画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写实是你的具象写实的画法，是你表现题材的一种手法与过程，那你就可以有机会可以转化成艺术。这怎么在讲那么多艺术史？对啊对啊对啊，你怎么速度那么快？你怎么比我还快？你开 turbo。这段我们稍微看一下，然后老师再讲解一下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做到吗？做到停一下下，好，我在讲为什么这个阶段老师要先把光跟影分出来。光跟影分出来的第二阶段，为什么要先把暗面跟影子画起来？你看，你的暗面跟影子画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有做一点稍微的加成。我们光是暗面跟影子做起来。画面就是只有亮跟白，对，知道吗？现在就有亮跟白，所以呢，当我这个在做的时候，转折面我们在做一次的话，这里画面是不是有亮、暗、亮暗、白跟灰跟暗，就多三个层次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？水彩的概念也是这样，我们这样子一层一层做，它的层次会越叠越多。所以一开始我们都做大块面的，你要去记得这个，不是只是说我老师我为什么做这个，反正我做这样做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要让它层次感。所以水彩素描的重要性就高。好，所以这样做的原因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是叫我们叫做推层。开始要做大块，或者大块面，开始都不要做太小的地方。
不知道放哪去了，之前好像有，不然就是那个烤箱下面那个抽旁边那个抽屉，你找找看，没有就没有了。你们在画什么？画一个段落我看哦，叫我一下哦。哦，我现在示范，我没办法看哦，你听到吗？好，我们到这个阶段，我看你到哪里啊？这里整个暗了，哎哎哎，哪里？嗯，这个灰做的不错，还蛮漂亮的，还可以。哦，有进步哦，有进步。要背景跟那个一起处理哦。